上班了吗，兄弟们？今天又来接触这个活了。不过呢，这次这个无奈不用咱们无奈了，因为我的徒弟已经回归，300+ 4万小时的不用我开了。咱们今天的活呢，徐通60开装载机了。以前总感觉我是工地的一块板砖，哪里需要呢，哪里搬。后来才发现板砖这个名称不适合呀，所以我起了一个怡红院的春花，谁逮住谁用啊。再慢慢的发现了一个问题呀，啥问题呢？板砖和春花都便宜我了，我他喵的就是个放马的呀。今天咱放装载机，徐通60，路路畅通。活也完了，司机也被 KO 了，灯灯也烂了，这车是砸到你手里边了，撞的是稀碎呀！哎呀，楼梯也撞成稀碎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咋开的呢。从今往后，咱来玩它，散会。上班的第一天，先把车擦得干干净净。他喵的，以前车可干净了，真鸡巴邋遢，擦！我就是块板砖呐，我就是春花呢，哪里需要哪里搬呐，擦干净，下一位司机接着干。